你来演绎一下雷佳音。有请雷佳音摘取品质之果，请雷佳音发表感言。我这一声叹气不是紧张啊，场面我都见过，米兰我也去过，这一年啊是我的巅峰之年，没想到黄袜子我也穿了，头围也让人给量了，我没什么好遗憾的啊。我也感谢 SMG， 感谢电视剧中心，感谢东方卫视给我这荣誉。哎，在这儿我也在冲着郭京飞喊喊话，郭京飞，你不要以为你是全宇宙最帅，你又会演戏，你又是天才，你就可以飞扬跋扈。你学我落地，你知道吧？哎，往底下走，跟我一样，渗透式表演。哎，今儿就先说到这儿吧。我呢，站这么一会儿，真的颈椎很累，我压力很大，你们都懂的是吧？